上世纪60年代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，战争阴影笼罩新生的共和国。老一辈领导人未雨绸缪，决心建设新中国工业战略备份，史称三线建设。好人好马上三线，备战备荒为人民。时代号召下，上百万的建设者打起背包，跋山涉水，从全国各地奔赴大西北、大西南，构筑起新中国的西南钢都。就按咱们这个方案啊，每个人的分工都明确了没有？明确了，明确了。好，文斌，赵总，赵总，文斌，这批设备必须安全无误的卸下来。我相信你们四大金刚，你们自己有没有信心啊？说实话，我没有绝对把握，不过可以先试一试，看能不能吊起来。加油！好，领导请。还是老规矩啊，安全第一。咱们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检查一遍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行，这么干绝对不行。哟，半路杀出个小程咬金啊！那你说说，怎么不行了？这台汽车吊标称体重负荷是5吨，对面那台是用12吨的挖掘机改装的。当然了，所有的工业设计都会留有一定的冗余，但是即便把所有的设计冗余全部加起来，这两台吊车的最大起重能力也不过是22吨上下。这台挖掘机是抚顺产的，净重44吨，还用我说吗？哼，好小子，来头不小啊。那你说说，我们这么干不行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换一台50吨的履带吊。要这东西啊，还要我们费这个劲儿啊？那也不能不按照技术规范操作。我说你小子口气不小啊啊！你哪个单位的？我怎么没见过？我叫夏方舟，是来实习的大学生。老范，去把那个叫夏方舟的大学生叫过来。好的。夏方舟，大学生，没见过。我是真是来实习的大学生啊。既然你是大学生，你就到边上给我看着，看看我们工人师傅怎么给你上一课。哎，各位工人师傅，一定要按照规范操作来。否则会出大事的。你是夏方舟吧？啊，是我。哦，有领导找你。领导？对啊，来，跟我来吧。你是夏方舟吧？是我。你好，我是赵殿主。赵总指挥。啊。这是学校开的介绍信。还以为你过些日子才能来呢，没想到来这么快。这位年轻同志是夏方舟同志，他的父亲可是钟林同志，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。啊，老范，哎，小夏同志是来咱们这儿实习的大学生，带他去安排一下。好，你先去吧，回头我会去找你。哎，赵总指挥，你得劝劝他们，不能蛮干了。你知道他们四个人是什么人？工人师傅吗？他们四个人是各个领域的顶尖高手，在江汉冶剑就被称为四大金刚。刚刚跟你说话的那个人叫陈国明，是他们中最年轻的，被称为四大金刚之首，是全国冶剑系统著名的施工队长。那就更不能蛮干了。蛮干？看来你还不知道，上一次我们进来了一批大型设备，光单机就12吨，仅凭一台5吨重的汽车吊必须卸下来。这事儿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他们卸下来，还不是蛮干。哥几个觉得怎么样？文斌，说句实话，心里没底儿。有底没底，是要才知道。上车。好，无关人员离开现场，注意安全。离开现场，注意安全。
赵总指挥，现代大工业是严谨的科学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按照规程操作。您可是二号现象总指挥啊！赵总，还真让这小子这张乌鸦嘴给说着了。哎，我说郑伯明，人家是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，主动要求来咱们三县实习，初生牛犊不怕虎吗？别跟人家年轻人计较。领导。 我是这样的人吗？哎，还没给他安排实习单位吧？你什么意思？让他跟着我，从今天开始。好啊。哼。我有个想法，你看行不行？ 对，就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陈队长，领导安排我跟着你实习，我来报到。哼，小程咬金过来了，哼，过来，一块出出主意。这肯定不行。别光说不行啊，说怎么行？没办法。没办法，你来干嘛呀？ 你们不是也没办法吗？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我们，不是工人师傅们的问题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型钢铁企业建设是现代工业，必须遵循现代工业的科学规律，搞人海战术那一套是根本行不通的。我就奇了怪了啊，明知道有那么多的大型设备运进来，为什么不提前把重型起重设备先运进来呢？这是典型的决策错误。 赵总，工程师已经绞尽了脑汁，还是一筹莫展。我看陈国民他们也没什么办法，要不搞个联合攻关？石峰同志，四大金刚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，没思路的话，就不要去打扰他们。你多大了？二十。二十就对了啊，怪不得口气那么大。哼，去年上到大学吧？我16岁上大学，嚯，再开学就是5年级，明年毕业。 你学什么的？5年制工建，冶建专业。我看啊，有些东西啊，你那个大学没教给你。什么呀？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川南钢铁这样的大工业会战啊，重型起重设备提前进来，没错。50吨以上的坦克吊、鼠便全国也没多少。就算把他们全部调过来，还需要这个场地条件和运输条件。 这些拖车上的大型施工设备进不来，场地条件和运输条件怎么解决？回过头去，靠人海战术。说啊，没词儿了。就目前这个条件啊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反正不能蛮干。来，过来看看这个。顾明。啊。这个方案我们已经做出来了。 你帮我仔细算算，把什么设计冗余之类的都算进去，笔和纸、计算尺给你准备好了。来，给。国民，他这是？小声点，这种人我听说过，什么都不用，就在这儿算。不行。一个不行就行了，把不行的道理给我说出来。这个方案解决了两台吊车的承重问题，从理论上讲，你们充分利用了设计冗余。你刚才不还说不行吗？你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点，按照你们的方案，
滑轮和滑链是可以解决承重和平衡问题，但是两台吊车必须得完全同步。可人不是机器啊，自动化机器可以做到完全同步，两台吊车的司机不可能实现完全同步。行不行？试试就知道了。除非你有别的办法，要没有办法，老老实实在旁边给我看着。走。小夏，还是不相信啊？理论上可行，实践起来肯定不行。工程师啊，不相信奇迹。慢一点。现在有什么感受啊？太神了，太神了，景色真美啊！啊，来，诺诺瓶呢？在哪儿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这就是哪儿？从这儿到上面山岗就是诺诺瓶，总面积2.5平方公里。总共才2.5平方公里的山岗，建造一座300万吨级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，这怎么可能嘛？怎么不可能？来，你自己看。在高差80米的狭窄山坡上，利用3级大台阶、23级小台阶的竖向布局法，这样一来啊，用地起码减少一半，太厉害了。可以啊。啊？看了几眼就看出门道来了，陈队长，这在世界钢铁基地建设史上没有先例。怎么样，我没骗你吧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在这儿，我们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来。哎呀，可惜呀，我来这儿啊只实习3个月，主要任务呢是向工人师傅还有前辈工程师们学习。你想学点什么？先干点活呗。我能开推土机吗？好小子，你可别玩砸了啊！砸不了。嗯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施工图上有一个问题。问题？嗯。施工图上？对啊。那这儿。最好啊，找工程师对照图纸再核实一下。我对照了设计图，这个地方啊确实有问题，应该是描图员的失误。很难发现的，你怎么发现的？哦，不是我发现的，还真神了。这下方舟啊，就看了一眼，还真有这种人。工作时间，陈国民，工程处不是你吹牛的地方。程师傅，你少给我摆你副处长的架子。谢了啊，谢谢啊。
有空再聊。不就一三级功吗？转什么转呀？大工业人才要的是又红又专，你啊，还得尽快入党。队长，我去年的预备党员，今年转正。哟，我小看你了。明年毕了业啊，哪也别去，就到咱们金江来，我保你大有作为。毕了业啊，我要去江汉。江汉，我也是江汉冶监过来的。啊，好人好马上三线，不够格的还不要你呢。我看你啊，是一匹千里马，你不来，谁来呀？啊？队长，川南钢铁跟江汉钢铁比起来，怎么说呢？中国未来的钢都一定是在江汉，所以啊，那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。行，我不和你争，咱俩打个赌，你肯定来，我在金江等着你。好，这个赌我打了。方舟，我听说你瞧不起我们金家，不是瞧不起，看跟谁比。不管你心气再高，可千万不能小瞧了我们川南钢铁啊！哦，对了，听说你爸爸要去非洲。不对，我们国家在非洲援建铁路，调我爸过去。哎，方舟，钱有点到了，我不送你了。哎，哎呀，秦院长。秦院长，秦普敏院长，听说过吗？哦，就是那个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。没错，秦院长是我们国家工业建筑行业的泰斗，国家对大三线定盘子的时候，中央对秦院长的意见很重视。算把你给盼来了呀！我跟一号总指挥啊，那是真是盼你心焦如焚啊！来来来，请。那个女孩是？啊，那是秦院长的女儿。哦，小夏，你的行李。上车了，啊，来了。同志们，必须争取早日出煤，这是政治任务。啊，咱们保定一带啊，具备产生汽肥煤的条件。现在呢？只要找到汽肥煤，而且是大型的矿脉，必须要保证川南出铁。秦书记，嗯，矿脉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发现。问题是，即便我们保定能找到大型汽肥煤脉，但建造一座大型煤矿，短时间内还是很难办到的。员工王光，你们是勘探专家，只要你们找到煤，那建设煤矿的任务。交给我老齐。好。靠边，靠边，快！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靠边，靠边。我们的8000学生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想请你们供电系统给我们学生建一条线，没有电可不行啊。您放心吧，在学生来之前，我们保证通电。看那边去，灯泡检查一下啊，看亮不亮。大家都利落点，学生们马上就要来了，让他们感觉这是自己的家。这个货给整齐了。哎，你们上去的啊，注意安全。慢点啊，师傅，听说师母要来了。怎么不让来啊？啊，师母要来金江了。来了好啊。师傅，
几口人呐？几口？都有谁啊？说给姐姐听听呗。我妈、姐姐、姐，那你爸呢？你爸不是你家人呐？估计我们孩子都不记得了。他爸自从上了三线就很少回来，上一次回来的时候，孩子才两岁，估计什么都忘了。哎，这一晃啊，也两年多了。我也有好久没有看见我爸了。 吴本奇啊，爱说实话，支援大三线啊，本来没我，我们学校把花名册给弄错了，切我才来的。后来他们发现了，就说不让我来。我说那哪行啊？我要是不来，我妹妹就得去农村了，我肯定得来。照你这么说，如果不是为了让你妹妹不去农村，你就不来大三线了？不是，你管得着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种人呐，根本不配来大三线。 我不配是吧？来来来，过来，咱俩聊聊来。我告诉你们吧，本来分配名额上就没有我，我是写了血书才争取到的名额。大三线需要我的，我们更需要大三线。你这种大学生啊，就会动嘴皮子。行，我记住你了，一会儿下车的时候，咱俩下去聊聊啊。 看出来了，他就想勾搭人家。写写书，多少写写书。包父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方舟。他去了江汉，我一年多没见着他了。是啊，方舟和我们不一样，他应该留在江汉。 依据金江的可观条件，就算川南钢铁达到了设计要求，它也不过是个三百万吨级的。这个规模的企业，地处如此闭塞的环境里头，它不足以承载中国钢铁大国的梦想。中国钢铁大国的未来，一定是在江汉。谈谈你自己的想法。1700炸钢机将要进入前期技术攻关，老师您可是反复跟我提过，它是关乎到中国钢铁未来的重大项目。 我可以下车休息了。没事吧？来，坐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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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来了，找你们一路呢。李新梅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就许你们来不许我来呀？不是，你不是被分到西安的医院了吗？嗨，方舟来晋江，我也得来，以革命的名义坚决参加大三建设。哎，丁兰，方舟呢？方舟。哎，方舟，你给我画张图，围绕着咱们国家的其他国家。 不用太细，把边界画出来就行。好，你跟他说啊。怎么了，婷兰？方舟他怎么了？别着急，他没事儿，就是……那你们俩要急死我呀！李新梅，方舟没来，他留在江汉钢铁了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俩骗人，我不信。 是，他真的留在江汉了。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我这一个人，我都来了，他怎么能不来呢？我都……从这图里头你看出什么了？战争。 针对我们的战争随时可以爆发，一旦爆发，那将是一场恶战、大战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应对这场战争的预案。你把苏联的地图也画一下。好。这差不多了吧？我去找林继承刚麻烦，谁跟我去？ 同学你好，认识一下，我叫秦小丹，上海同济的。你好，季承刚，西北冶金的。我是1968届。我们是同一届的。希望我们在大三线能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。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啊，哎，季承刚是吧？来，咱俩话还没说完呢。 你想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过去单挑去啊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苏联人意识到将要面临战争，所以他们大幅度地把他们的战略工业撤离到了乌拉尔山以东。我们1943年，苏联西部国土大面积的沦陷。 可是乌拉尔山以东的工业产出，是战前1940年全苏联的150%啊！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虽然在战争中，他们遭受到了重大打击，可是由于他们在大后方保留了战略工业，最终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。你把大三线也标一下。 吴本奇，这里是大三线，别跟我来这一套。今天你当着面认怂，我放你一马。你要是不当着我面求饶，咱俩这事儿可没完。我是不会和你动手的，动不动手你说了算呀。你别以为我怕你哈，请你端正你自己的态度。行，来来，拿这边。哎，同学，动手了。同学，不要打架，不要这样，咱们都是一起来大三线的，以后还都是战友，打架不好。 你好，吴本奇，我叫秦小丹。啊，你好，吴本奇。你也是1968届的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这次来的大部分人都是1968届的。啊，对。
希望我们以后也能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。啊，肯定的，肯定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咱聊上了，聊起来了。其实大三线就是我们的乌拉尔山以东，是时刻面临战争的中国最重要的工业战略位置。那么支撑现代战争最重要的工业是钢铁，所以一旦爆发大规模的战争，位于金江的川南钢铁就是支撑中国最终赢得战争的钢铁心脏。所以金江因此会成为整个大三线的重中之重。方舟，作为一个年轻人，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，就应该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，完成历史赋予你的使命。老师，我明白了。我就是有时候脾气有点冲，但是他绝对不是什么好人。上车了，上车了，可以走了，快收拾收拾，下车了。走吧，上车吧，走，上车吧，走。说是三百万吨级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，啊，还中国未来的西部钢都，跟哪儿啊？这不就一野岭荒坡吗？到这儿有个府吃喽。怎么了？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？不是，完全不是。比你想象中艰苦吧？不是艰苦，是条件太好了。我希望这里是荒无人烟的，由我们来开天辟地。伟大的历史，从来都是属于开拓者。光复，咱们就住在这儿啊？挺好的，不错，真不错，有桌子，有床。听兰。这就是咱们的新婚洞房了，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干嘛呀？窗户都开着呢。咱们俩都结婚了，你怕什么呀？光复，我只是没想到咱们的婚房会是这样的。婷兰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不管怎么样都无所谓。嗯，婷兰，我来了。李新梅，你能敲门吗？你俩都是夫妻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哦，对了，我住的离你们可近了，以后啊，我随时来看你们。随时？随时。好，好，随时，随时，随时来啊，随时。哎，你来有事儿吗？我就是来看看你们的。坐吧。哎。哎，就是这儿。什么宿舍呀？这是。这棚子是席的，房顶也是席的，还全连成一片。这要是一把火呀，全给烧了。刘备就是这么输的，我跟你说。我到正屋来看看啊。季承刚，看什么看呀？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吴本奇。你一路上口口声声说你们技校生就是工人阶级，我看你啊，连个小资产阶级都不如。季承刚，追求人家秦小丹是吧？你呀，就是剃头挑子，一头观察一路，人家根本看不上。季承刚，你没戏。
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哼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李新梅，秦小丹，我知道你爸爸是谁，他很了不起。谢谢。那个，你知道在这怎么洗澡吗？就在那儿，用席子圈那块地方，要有人想偷看呀，什么都挡不住。哥，来了哥，你们洗完了，你们。哎呦，这水也太凉了，冰河里的水了。文明之精神，野蛮之体魄。他说什么？咱不能输的，洗。好。子琪，咱可甭跟他比了，这家伙估计练过。管他练没练过，小哥我不能输这口气。凉快，舒服。季承刚，秦小丹，两门给我，等你啊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秦小丹。一个星期的学习就要结束了，你对于分配有什么想法？坚决服从分配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，哪里需要哪里去，哪里艰苦哪安家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我还有个想法，但现在还不成熟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咱们这批学生里头，还真有拒不服从分配、死活不来大三线的。还有这样的人吗？那个人叫夏方舟。赖在江汉，死活就是不来。夏方舟，你认识啊？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。他们西工大那些，整天吹捧他，说他是什么天才工程师，整天挂在嘴边上。切，我看他们就不是诚心诚意来大三线。也不能一概而论吧，哪个学校都有这样的人。好人好马上三线，夏方舟滞留，不来也好。小丹，还没聊完呢。他叫我了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真没见过这样勾搭姑娘，革命口号都喊上了，一套一套，没戏。造船厂技术员，是
天哪，这还有造船厂呢！太棒了，听兰，这不正好是你的专业吗？哎呀，第一批分配就分到你，说明领导对你特别的重视。看来他们也知道啊，我们家听兰那是绝对的高材生。哎，光复啊，在学校的时候就说你，方舟都不知道说了你多少回了，好好学习，别整天搞什么文艺演出什么的，你就是不听。李公生哪有李公生的样子呀？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还不知道分到哪儿去呢。我没关系啊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就算是把我分配到一线劳动，那也能发挥我的特长。我来了，新梅，你快点给新梅倒点水。哎，来坐呀。哎，听兰，光复，我被分配了啊，去二号线医院。太好了，喝水，新梅。单位倒是不错，但我得搬过去住，以后离你们可就远了。魏新梅，医院的宿舍是干打雷，比这边条件好。赶紧搬走，马上搬，走，我现在就去帮你搬家，咱们争取占个好床位啊。听兰，你说方舟他会不会真不来了？热血。